Hello，大家，我是冰勇啊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那个青勇啊，现在已经有少部分已经成活了，大家也看到了吧？啊，牙接的，我们当时接的时候也拍过给大家看，就是过后几天，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，啊，快的话都是一个月冒牙，我们是牙接的。啊，目前你大家看这些呢，也还在火，也在冒芽，这个看到了吧？啊，我们接了20株，大概有10多株活吧，应该有16株，啊，所以算起来的话，存活率也还算可以吧？大家也看到了。啊，活了之后，等它稍成熟了、稳定了，我们再解开那个薄膜。啊，这样的话，目前有些地方，广西南宁那边，他们那个柚子那边卖的是45块呀、35块啊一株。啊，现在的苗还是蛮贵的，种的人也是蛮少的。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拿了一点芽条回来，啊，就接了这里20株，然后那些大枝的也接了10株左右，大树的还没去看，啊，过几天去看一下吧，啊，今天就看一下这个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